霹雳公演之满街电脱。灵魂一阵在意识中间溃散的情况下，你要记得多少木流剑风之魂，这最后一招的细节，我这身体，我这伤痕，已帮我转述记得。好，那想突破木流剑风之魂之招，你懂得关键在意识的自然之力，透彻动物的本性、惯性与模仿。五、世上万物以各种形式存在与繁衍，因为是动物特有的标定，火把在龙并从模仿母亲的行为中学习拉萨的基本策略。要拜风之魂，首先就要先掌握他之武学。木流剑风之魂此招，在速度的极意中提炼出最强的力量，同时也在力量的极限中发挥出最快速度，看似一体相分，一剑相化，是最凶。如何？一就是一，转有加强变化，终归是一。透过在脑中模仿，将那对手的惯性适应突破。你就会清楚，一就是一，转用加强变化，终归是一。你今该开始的时候，我自己转修方式。记得，你只剩三天的时间，而且第一天已经过一半了，好好练习吧。我要进去再回风之魂。哈。以剑削梦境，一座人影悲伤独立，刻骨一无，涌上心头。我在最后能见到你，够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但兄弟最后一面会议。就是在孤独中，我希望我最爱的归宿就在此地。不准！我不准！人渐远相思离，江湖由来最无情，命运注定是分离。惜别的这一刻，只剩最挂念的两个名字：无疑、失去。红星，这一次我会将你放开我的手路。红星，我未将你孤独一人，我一定要将你复活。无疑，叹息机再度来测，用是为你带来福音。风之魂听第一次，我当然可以换一个方式讲，但你内心的期盼却只有一个，不是吗？同样的目的，一样的对手，答应我，必以变量复活。风之魂接受小文书法的帮助，哼，不必以身立场呢。你风之魂虽出心魔改，但也怎以还天联手？对抗气天的不是吗？只要出点一用多时间，我必可能在红花的正下之上呢。再叫
以及将他人胁迫，我相信的风之魂也独自承担。只要你答应，你的徒弟就能安然回到你身边。风清，我未将你孤独一人，我一定要将你复活。时间两天后，同样的乱酒平分，不同的鬼人血魂，好好期待吧，请。冷寒的剑，冷彻的风，冷静的人，冷冷等待第二次对决。唐奇奇定义用武来测，但损失为了关键吗？忽然，跳河小公西江之来，独裁英雄为英气，心里为人素不休。是西江，是西鸟，却是不同的面容，在场众人顿感讶异。已经失魂，同失魂异光吗？这是新节目，雄人孤独气，今日不但要求，要你以出败，你必须燃烧集体。江包，勇勇勇，惊世剑骨的英雄，从叹息机指点的孤独去，尽量当白风之魂吗？风之魂为爱国温禄在身，此前贵后，你将小尽量活化吗？一时一切，该是风剑之位游戏算计之意，有第一连串精彩小说，切不可错过我们的宝地戏。披着龙鳞之半盖顶头第七中，求神地路有多去。